好，限定还没出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红宝石，最后一只。为什么？没关系，他应该快受感了，他应该快受感了。当你喜欢的角色加倍，但是你却抽到别字，我们称之为了 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轩的实况，我是轩古烈，今晚一点怪物弹珠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又要来抽蛋了，我们来抽的就是这个、哦，为了庆祝怪物弹珠暑假、啊，送了这个 Again 玉啊，就是算免费抽啊，但是呢，会抽多少抽全凭自己运气啊。那今年的 Again 玉啊。就是有稍微的有点不一样啊，感觉就更刺激啦。那我们这一次，我们先从小号开始抽，这是我的今天第一个要抽的小号是亚游，那他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会拍影片给大家看的这个要来抽 Again 玉的小号啦。那今年的 Again 玉比较特别哦，就是呢这一次有三种方案可以选择。那我就稍微介绍一下，首先是一般哦，就是跟之前一样哦，从十连，以前是最低30连啊，但是这个方案一呢，它是最低10连哦，所以它是10连到100连都有可能，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88到100都有可能。那第二个方案是稳健哦，是很安全的方案，它是必定50抽，不会多也不会少。第三个方案，这个被我们称为赌鬼方案啊，天国 or 地狱，十抽或100抽，好不好？各位看官，这个如果你问我要抽哪个，我可能会建议抽稳健啊，就是第二个方案，就是安全方案。但是如果你有四支账号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抽挑战。那一般的话，我是不推荐，因为一般今年变成了最低十抽，我觉得不好。好不好？那我今天不止我有四个账号，我还拍片，所以怎么样？四个账号全部选挑战，好不好？让各位看官看个刺激，看个过瘾。我们从第一个小号开始，来吧，选择挑战方案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第一个十连抽完，就知道是生是死了哈。而且最后一个十连必定会出限定，所以如果这个十连出限定的话，啊，我就有可能直接就是死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还是祈祷一下，不要出限定，因为我会怕，好不好？抽这个挑战会怕的，好不好？来吧，第一个十连，不要出限定，不要出限定，不要出特效，好不好？出特效应该也是死啦。来，第一个十连，准备 ，strike， 小的，好，没有特效，没有特效，没有特效，不要出限定，不要出限定。我是希望不要跳，不要限定，不要限定，不要限定。睡神，哎、欸，我好像真的没有睡神哎、欸，这个不是限定，没问题，没关系，不要，我希望不要跳，不要限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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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哪吒吗？应该是，好，也不是限定，不要再跳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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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全，这个账号100连。好不好？这个账号100点，这个不是10就是100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账号安全。来，第二次十连准备 ，strike， 笑的。好啦，就后面看能不能多捞一点限定哦，因为20到90都凭运气嘛。那100是第10个十连一定会出限定的。好，那我这个账号呢，它是属于角色比较少的，这个凯爵士吗？总之这只我已经其他账号好几只了，所以还好。那个可以等受审的吧？还是等受改？欸 ，Blake， 不过他现在有点尴尬，因为他就是28浴缸珠很强，现在有点小尴尬，因为28 A 角色已经非常多了。不过还不错啦 ，Blake 应该还是有其他场，木高男说不定以后还是会捡到。来，第三次十连准备 ，Strike， 笑到。好啦，我们因为我是玩台版嘛，台版最近海贼王嘛，然后不是台版最近没有海贼王啊，日版有啊。那这个我觉得就没啊 ，boss 正常啊，会有一次 boss 是很正常的。
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啦，不过你不觉得来第四次十连准备 strike shot 欸好、哦、中了，这个不是必定 new 哦，那要加百列的福音才是必定 new， 所以这个一定会有一个限定，但是有可能是抽过的。欸，这个有一个限定哦，是谁？天草，等兽改，他应该快了啦，他应该快兽改了，打太喵都兽改了是吧？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个可能没有跟合作牵扯到很多原因嘛，虽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，有可能是版权没有。盘龙啊，来，这是第五次吗 ？Strike shot， 就是有可能是版权没有盘龙啊，有可能是就是没有给台授权给台版啊，有可能是台版官方的考量，反正现在就确定没有马上跟嘛。欸，这是谁 ？Cinderella 吗？仙杜瑞拉吗？火鼠的吗？欸，是欸，我还真的没有欸，可是他现在。那现在我不知道去哪里。Cinderella 现在可以去哪里啊 ？Cinderella 感觉好像很强，但是又想不到他有什么强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可以上天魔？还是没有？哎、欸，那个吧，三之间吧。如果你没有火刀的话，是吗？我记不太清楚。但是他打三之间好像很难，就还是要火刀。来吧，准备 ，strike shot。反正我们也猜不到原因啦，除非我们是内部人员，不然我们不会知道。但是我觉得我最近有点不太高兴的点是，欸，这是谁 ？Topaz 吗？黄玉吗？我不确定耶，这是那个吗？那个盖博洛古，盖博尔加。欸，它是某种宝石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哦，牡丹，它是花之国精灵，好吧。也没有什么印象可以去哪里哦。啊，盖博我家真的目前是场馆啊。来吧，准备 ，strike shot。好，讲我不满的点是，你不觉得台版最近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吗？如果你是巨人，已经完整参与过，你角色都叠满了，你甚至兽具也集运了。我看一下这是谁哦。哦，朱比特。我好像很多嘞，全部账号加起来建队了，所以也还好。就是你不觉得没事可做吗？然后你也不用抽巨人，如果你已经抽过了，你也不用抽巨人，你也不用叠巨人，然后也他没有新东西给你打。然后最近他还有一个空窗期哦，就是在海贼王之前还有空窗期，那本来是好，我先抽 strike shot， 就是。好像有三天空窗期吧，然后他是直接塞那个超爆轰击啊！你已经想叠的都已经叠满的人，你也不用打、啊。就是我最近有一点都没有想要开怪物弹珠打关卡的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空窗啊！就是我对于没有跟这件事情，我已经觉得还好了。但是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事情可以做。来，准备下一个十连 ，strike shot。然后前几个礼拜我们还忙得要死，就是天魔想打的人会去打嘛，然后又一堆作业啊，然后重点是密海的冒险船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叠满了，但是我最后几天有在重试啊，因为我社畜又比较忙嘛，就是可能我们都习惯了玩弹珠就是会忙到爆。来准备下一次的十连，这最后咯，必定出一次限定 strike shot。就是我们可能都习惯玩弹珠就是很忙，但是这几个礼拜我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悠闲，甚至我现在还要等这个巨人这个档期结束。还是谁？哦，金太郎还不是限定哦。然后这段时间我都没有事情做，我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未开也打完了。华佗，欸，还不错，欸，虽然现在可能比较没场了，不过我还真的没有。好，限定还没出来，欸，红宝石，最后一只，为什么？没关系，他应该快受改了，他应该快受改了。我以前抽他痛苦的要命哦，好不好？
因为就八支，对，我本账八支，我还没有算其他账号，但是他应该快受改了，所以我现在抽到他应该没有这么难过，他应该快受改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抽了哪些哦，有神威红宝石、金太郎、华佗，那个妖精什么我忘记了，名字忘记了 ，Jupiter、盖博尔加、牡丹、Cinderella、天草、布雷克、哪吒、睡神。还可以啦，我觉得抽到 Cinderella 不错，不动 Blake 也不错，天草等兽改，神威等兽改，然后 Jupiter 还可以，因为是不是真的在跟我说要帮小号打竞技，我小号还真的还没打竞技、欸、我是希望可以补到一点天魔的洞啊，不过好像目前还没有，应该也没那么好补，不然那个天魔我真的完全没有角色耶、欸、真的痛苦，天魔还没动耶、欸我没有角色，我第一只鸡都没角色，我一只妈祖都没有。好啦，我们第一个小号100连哦，那差不多就先这样，我们准备来抽下一只小号吧。好，接下来要来抽的这个账号呢，就是这个第二个小号啦，妖舞湖畔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抽。然后刚刚第一个账号是100连嘛，那看一下这个账号会抽到10连还是100连哦。我觉得重点还是能不能抽到想要的角色啦，限定角的话，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火刀吧，然后光刀可以抽一下，因为我一只都没有，然后限定尼奥可能，因为我有一个账号尼奥一只嘛，我觉得可能再抽一只的话也不错，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还是想补一下天魔的洞好不好，不然真的我没有角色可以打天魔。来吧，这个账号也选挑战，来选挑战，这个账号究竟能不能继续100连呢？准备第一个10连 Strike， 碰不到碰不到 Strike， 哦有了有了 Strike， 笑到不要出特效不要出特效不要出特效，好，没有特效没有特效、很少会有这种这么不想要特效的时候，不要跳，你我觉得还是不要跳好，不要跳不要跳，爆死，不要不要不要限定，不要限定，不要限定！哇，杀鸡了，还不错啊！但是出限定了，出限定了，各位，好了，出限定了，出限定了！不要让我继续抽，让我继续抽，让我继续抽！啊，这个账号10连，这个账号10连，我觉得多一个杀鸡也不错啊，但是这个账号只有10连啊。算是蛮可惜的，好吧，这个账号真的只有10连哦，很快就结束了，只录了两分多钟，这个账号就结束了。好、啊，那这个账号只有10连啊，但是抽到萨基尔我觉得还不错、哦，那就先这样啊，接下来就让我们的第三个小号来进行挑战哦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个小号参战哦，就是这个小号萨萨，那。我们就一样齁，就领取一样选挑战，刚刚呢一次100连一次10连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账号究竟会抽到10连还是100连好不好，我觉得重点还有个重点是限定抽到谁啊，这还蛮重要的，像我刚刚有一支账号100连就最后抽到神威哦，就不是非常高兴啊，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抽挑战，第三个账号抽挑战，来吧！第一个10连至关重要，会不会出特效？好不好？来吧，第一次10连准备 ，Strike， 笑到！没有特效，没有特效，没有特效。好，我觉得不要跳虐，不要跳，不要跳虐，没关系，他账号他角色比较少，角色比较 OK， 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不是限定。他角色比较少，好不好？妖舞湖畔的角色比较多。梅达特龙，梅达特龙，有限定，有限定啊！再次，只是有限定还是可以抽。来，第二次10连准备 ，Strike Shot。然后我会跟各位看官聊一下哈，刚刚聊到天魔嘛，天魔，其实我看到我一直接没角色可以打，我就不太想打了，然后加上最近社畜很忙，
所以目前是还没碰啦，好像也快过了吧。其实好，第三次十点准备 strike shot。其实我可以带尼奥打打看啦，只是因为 我想到的是尼奥逊安徒生，可能好像选妈祖，我也不确定，就是好像可以打打看，只是应该会很难打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反正有空就打这样，来准备 strike shot。就有空就打这样，然后二之剑，我觉得二之剑才更痛苦。我没有木骑，我没有忠诚，我只有一麻醉鱼吧，我就只能带麻醉鱼吧，还有带一只萨基尔。这个是谁？比娜，好啊，兽神还不错啊，还可以啊。他不是未开也有场吗？竞技也有场。然后因为竞技第一次开的时候，我也完全没有打，完全没有打。来吧。Strike shot， 完全没有打，然后后来好像过了很久啊，好像他都开到20我才开始打，还是他一开始是什么？他本来一只鱼过关的奖励很烂，好像什么我也忘了，好像随便给个素材吗 ？Strike shot。然后后来才改成英雄法杖，我才勉为其难去打一下。因为其实一只玉，你只要刷四个耐毒，就其实还蛮难的，只是就不会到无力关的程度，就像现在的一之剑、二之剑一样。三虎好像已经非常多了，这个就还好。哎，我想说这个账号角色那么少，怎么跳妞那么少？这个是火鼠的吧？我就觉得还好，火鼠阿波罗。还好啦，兽改其实都还不错、啊。第七次十连 ，strike shot。所以我本来就想说，就等角色充足了之后再去打。不过，我其实觉得一之间是还是可以试一下，只是我都没空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木鼠的狐狸，我忘记名字哦。当初打荒魂很好用，现在不知道可以去哪里。反正崛起挑战赛还是可以打啊，他打荒魂还是很有用的。不过现在荒魂应该角色更多了吧？大古吉日耶，哎、欸，我目前是不是还没有抽到天魔的角色？但是我一直抽到竞技的角色，是真的很想要我帮小号打竞技，是不是？来吧，第八次十连，是真的很想帮小号打竞技，是不是？准备 strike shot。哎，可是我小号好像。有两只账号连竞技的标准都还没到、欸、到底有多懒？我虽然有玩四只账号，但我其他三个是很少认真在打写作业的，对吧、啊？大概爸还会打一下这样。好，第九次十连，其实来准备 strike shot。其实你看这个账号，它五星以上好像偏少，可是它。抽到的都是还蛮有用的，什么比娜啊、梅塔特龙啊、狐狸啊，刚才抽到一只什么？哦，大古奇迹，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角色。好啦，最后一次十连必出一题限定，你看40星蛮多的，但是我觉得他这边抽的角色比较好。来吧，准备 strike shot， 哦，这正常啊，啊就必出一题限定啊，来吧，准备 strike shot， 出一题限定。我刚刚出梅塔特龙的时候，真的吓到我。我想说，就这样结束了嘛？来吧。限定，这应该是限定吧？哎，阿比斯吗？卖女孩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？哇，我抽阿比斯哎，他是打那个吧，苦香体吧？还有这个刚受审嘛，伊索的，哇，阿比斯欸，他是叫阿比斯吧？他是那个啊，跟深渊一样啊，跟深渊一样名字，他是深渊的化身啊。然后有大古奇迹，有狐狸，有阿波罗，有比娜，有梅塔特龙，抽梅塔特龙是真的不错，真的。然后又阿比斯，
有点猛欸，这个账号，这个账号是目前抽最好的，比那个幺五湖畔还好。没有，那个比亚游还好。亚游的角色猜抢人，你算他100抽。好，这个是目前抽最好的。好，那么轮到我们的本账啦，重头戏来了，本账究竟会抽的如何？我们稍待会儿再见吧。好，那终于来到我们的本账了，我们本账也来领 again 玉。这个最重要啊，我自己的本账究竟抽的会如何？一样吼，我们选挑战本账。今天的重点就在这啦，本账我最希望抽好的就是本账，来吧，选挑战，来，第一个十连至关重要，不要出限定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 ，strike， shot， 哦，手机整个歪掉了，哎，不要，没特效，没特效，没特效，好不好？不要出限定，好，我希望爆死，爆死，跳妞，这个本账跳妞，哎。他不是限定吗？他不是哦，他应该不是，我记得不是，他是那个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又跳了，又跳了跳了！哦，妖怪少女不会吧？呀，我还想不起第一只叫什么，那个什么？不行，我真的想不起来，某个女神吧？啊，等一下，妖怪少女不是很好啊？等一下，拜托拜托，继续。我本章是抽最烂的，欸，妖狐伴中什么？妖狐伴中的是萨基尔，我中妖怪少女。哦，天啊，真的很烂欸！我本章虽然我小号抽很好，可是我本章真的抽很烂。哦天哪、啊，也没有出现什么特效，再一次没有。我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抽十连就算了，我中的居然是妖怪少女！哦天啊，我真的很不敢相信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飞到不行的飞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还是想不起来？直接看，它是什么？不是帕尔瓦蒂？哦，酷狐灵啊，酷狐灵，我只记得他兽神之后的样子，好吧？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莎莎真的是抽的非常好，可是本账抽的超烂，对吧？没办法，这个就是投资一定有赚有赔啊，至少我的莎莎那只账号也赚了，对吧？那就没办法，那我们这个四只账号两个十连，两个一百连，好不好？这个非常平均的几率啊。那各位看官，不知道你们抽的怎么样，也欢迎在下方分享哦。我觉得。你们要晒就晒吧，因为我这个真的是有账号抽的好，有账号抽的烂，这个无话可说，好吧？那我们这次的抽蛋实况差不多先做到这边啊，那就 Let's call the episode Run Show 里面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一个喜欢并且分享，想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可以影片右下方订阅，从现在开始成为看完别人的认识麦的铃铛。有朋友什么意见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评论区留言。你今天是每部最大动力，我们正在 FB 还有 IG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